各位关注我的大哥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又是大吃一惊的一天啊！看一下大哥们，这什么东西？一个一个的开箱啊！这冰，这报纸，是不是满满的怀旧的感觉？看见这报纸，大哥们，看到了吗？来帮忙抬出来一下了，拿出来，好放下这儿。现在打开它，这样再看一下它的原貌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后边保存得非常非常好。OK， 电源已经插上了，现在开机。现在只能要说啊，只能说一句阿弥陀佛吧。哎，有声音。画面也没问题。太棒了。